像就是处男那种感觉。嗯，有点难了，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，我就一直在回想，我成年的比较早了，没有，就在，好热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模特战线太难演了，有下雨乔在上周五主演戏剧《糟糕，我又吸走别人的念头了》即将上档。是由下雨乔平电影《小燕与万丽》入围金马六艺最佳女主角，正在努力瘦身。已经瘦很多了，我需要再减肉，但是我需要又瘦又白，像一张面纸一样，面纸薄的像一张面纸，风一吹就，这是我的理想状态，我还在努力。那天我们看完，他跟我说，就从拍摄的那个体重到现在，他说他已经瘦了5公斤了。对，因为我们那天去看，我也才知道，哇，那时候我有多么的福下，原来是衣服啦，没有，是真的，是故意胖的。对，我是对故意增肥，这是办法。没错，我当时拍念头，我故意增肥5公斤。拍念头是三月，对，那时候跟现在真的差很多。奇怪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没有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多人说我胖了，然后拍完念头之后，持续好一阵子，我的经纪人也是一直看不下去，然后我就跟大家念到，就因为你知道。自己看自己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，因为胖好一阵子了，然后所以就觉得都差不多这样，然后但是因为被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啦，然后就开始运动啊，找营养师什么，然后我觉得是现在我回头看，就是尤其是那天我们一起看这部片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傻了，就是哇，原来5公斤真的差很多哎，好多人发现吗？没有啊，反正每天看到我啊，就不会，就像我自己看我自己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。那衣服也有关系啊，是我们透了很多层，对，可以帮你扣2公斤，谢谢你。没有那么多，可是脸还是在镜子，是在外面。好了，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。是啊，镜子晒了很完美的。好。